秒台油管配战就用西部时间 WWW Spurround。勇士赢了，终于结束连败，算是在这段极度焦虑的时期紧急止血了。勇士球迷大概是近期最焦虑的球迷群体之一吧。球队战绩突然一落千丈，从赛季初当之无愧的扛把子，到现在人人都能洗脸输出的送温暖大队，变化实在太大，球迷们纷纷直呼承受不来。甚至赛季初整齐划一的勇士总冠军口号也统统被憋回肚子里。这很正常，毕竟勇士最近能打的球员实在太少。目前勇士正处内线极度空虚阶段，鲁尼独木难支，大聪明前段时间本来说要复出呢，谁知说着说着又没了消息。格林的腰椎间盘突出伤势伤情未卜，一伤就是两个多月，腰子这方面的问题基本属于隐疾，兄弟们也清楚，一旦操劳过度就容易伤着。按照勇士队内线状况，格林比赛日常就是进内线和肌肉硬邦邦的五号位闷肉搏，咋可能不操劳呢？再加上最近的汤普森投三分就跟六脉神剑似的，状态时灵时不灵，命中率起起伏伏伏伏伏。小威少爷则是去了趟全明星周末，彻底歇大了，甭说打出全明星首发水准，不知道是枸杞断货了还是红牛没续上，让他单场拿个20分都费劲。再加上交易截止日前勇士队安静的跟凌晨3点半似的，啥动静也无，怎么办？用隔壁湖人队的话来说，只能在